用补水喷雾打个底，然后涂水乳。我配音你们就对付听一下吧，因为这个教程太长了，我要是打字的话我会累死。然后喷层定妆喷雾，然后用这个隔离，这隔离没色儿，它就是比较滋润，然后你后面用遮瑕它就不卡粉，因为秋天我是干皮。完了这个遮瑕就先拿一个自然色给你这个黑眼圈啊、鼻翼啊，还有脸上那些小瑕疵呀、都给它遮吧遮吧，把它匀开，眼下这里别太使劲匀，然后这个鱼粉带一下你的上眼皮，然后再带一下你的下边那个眼皮那儿，对，就轻轻点，然后就给它就都边缘什么的就给它怼开就可以了。如果你长痘啊，你画遮瑕你就是在它那个痘上涂一下，然后一直点，给它边缘晕开。如果你像我一样只是肤色像嘴角发黑啥的，你就给它晕开就行。然后拿一个亮点的颜色，然后涂那个泪沟上，找着泪沟搁那，然后拿这个反刷子的反面，因为它这个反面它不吃粉，然后看这个对比，这个也没啥用，就给你们看看。然后粉底液少挤一点，因为已经涂了遮瑕，这粉底液就是一个均匀肤色的一个东西，少涂一点，然后给它晕开，给它薄薄的一层铺开，然后拿这个就是打湿了的粉扑子给它拍开。你看，哎呦我的妈！你看着拍完了以后，这个底妆，这个，哎呦，真简直了！就这个皮肤的质感真是绝了，看着没？就这样式的，这皮肤就又无瑕又清透，知道吗？就别涂那老多粉底液，粉底液它再遮瑕，它能有遮瑕膏遮瑕吗？再来一遍，喷定妆喷雾，然后拿这个粉饼，然后就正常定妆就行了。这里我给你们拍了个对比，但是这个对比对你们来说，其实也就那样吧，就这个粉饼有点磨皮的效果，但是这可不是广告啊。然后就把全脸都铺开就行了。我是个干皮啊，然后拿这个眉笔，我的眉毛本身就比较多，然后我就随便画一画，画出一个形来，就有种野生眉的感觉，我就很知足了，刷出野生眉的感觉，然后拿这个就给它刷一刷，然后修容，拿这个大一点的刷子先修一个整体，先把你的鼻梁子修出来，真磨叽死了我。然后再拿一小刷子，因为现在好多人想要那种盒形鼻，就用这个小刷子这么修就可以出来那个效果。然后这是我斥巨资买的眼影盘，必须今天视频里得用上，拿这个浅色打个底，因为我的眼妆不太喜欢那种红色，就是那种传统的颜色，我觉得这个紫色就很高贵而且很显白，因为我属于那种黄绿黄绿的皮，我也不知道咋形容。这块你们自己看，我的脑子有点跟不上。画个卧蚕，拿个眼影，然后再拿一个眼线胶笔，因为眼线胶笔画东西它就是比较更自然，你懂吧？然后你们不是说为啥我的眼线胶笔画出来的眼线那么细吗？你们看着啊，先画出来一条，完你感觉它不够细，你拿这个指甲一抠，你看着没？它就细了，它又细又条，瞅着没？然后再加深一下，这个地方，然后再画卧蚕就可以了。我也不想这个茶字味儿，但是我说话就这样，别着急，就这样，大家淡定。然后夹个睫毛，我夹睫毛可费劲了，我不太会夹。这睫毛夹了，然后涂一个睫毛打底。打底加睫毛膏，可以不用卷翘，这样的话就好看一点。睫毛膏我不爱接睫毛，然后再涂这个睫毛膏，再来一层，然后就比较明显。但是我的视频也不是很，虽然是原相机，但也不是很高清，我也不知道为啥，反正拍睫毛膏就是拍不出来效果，这样就看吧。然后修容，打在那个颧骨凸出来的地方，淡淡的，一定要淡淡的。然后腮红也是淡淡的，我非常对，就这样。然后这是那个月光石吧，月光石，就给它就少涂一点，我可讨厌亮片子特别多了，有点通透的感觉就行了。
一点点，让别怎么高光万分的。然后就是那个，我是买的口红，好多人是这个口红的色，我不喜欢，但是我就格外的喜欢这个版，感觉非常的特别。然后就是这个花的本来是真假花，但是我拿它来做这个